哇，我们现在拿到球，紧张紧张，耶，三分球，一开始就领先，耶，我支持的队伍真的太厉害了，哎，什么广告？才刚开始哎，电视怎么可以这样播？真是的，刚叫太大声了，好像有点喉咙不舒服。反正是休息时间，喝个水。妹妹，卡通开始了，快点快点！卡通。耶！保持领先，加油加油！哥哥，我在看卡通哎，不要乱转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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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那就是我先看的，看篮球。哥哥，你根本就转回来，你明明就没在看电视，我们在看电视，不要乱转台。哎，什么？我没在看电视，我只是去倒水，好不好？你才不要乱转。那你就去好好的喝水，不要来跟我们抢电视啊！哎，你这很奇怪，明明是我先看的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好吵哦！哎呦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在吵架呀 ？Yes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奶，他们来抢遥控器了！遥控器？那奶奶再去买一个就不用抢了。啊，不是啦，奶奶，他们在抢电视。对啦，哥哥刚刚抢我们的电视看，我们在看卡通哎，哥哥一直乱转台。哎，哪是这样讲，奶奶不是哦，是我刚先到，我先看篮球，只是喝个水，回来他就转台了。哪是啊？你就是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，那不然这样好了，哥哥啊，你年纪比较大，你先让给弟弟看，晚一点再看嘛，好不好？奶奶，今天不一样啊！今天这个篮球比赛是直播、欸，直播喂，哥哥，你等一下那个直播就会重播啦，你看重播就好了嘛。我现在看卡通啦。嗯，哥哥啊，弟弟都说你的那个直播有那个重播啊，不然你先让给弟弟看嘛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看重播。那。弟弟，你那个卡通还不是一样有重播？奶奶为什么她可以看重播不看，要我选择重播呢？哥哥，我的卡通是明天才会重播，你这个等一下就会重播，你等一下再看就好了嘛。我要先看卡通了，奶奶，我要看卡通。那个哥哥啊，奶奶跟你说，你年纪比较大，你比较懂事。那个弟弟年纪比较小啊，大的让小的嘛。你先让给弟弟看，晚一点看重播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哎，弟弟看，弟弟看。对，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呀、啊。本来就要给我。耶、yeah, ！大点，开大声一点。哥哥生气了。生气就生气，大的本来就要让小的。大的本来就要让小的，所以你要让给我，因为呢，我现在要看小金鱼说金鱼话。喂，妹妹，哪有这样的啦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刚刚你好像是说大的本来就要让小的啊，所以身为大的哥哥，我把电视让给了你，但是妹妹比你小，所以你要让给她，很刚好。奶奶，你看他们两个。好奇怪哟！奶奶刚刚也说大的让小的嘛，这个哥哥把电视让给弟弟，弟弟再把电视让给妹妹，很合理啊。那你先把电视让给妹妹看吧。对啊，因为我是最小的啊，所以呢，当然要让给最小的妹妹来看电视。小金鱼说金鱼话，小金鱼说金鱼话啊。弟弟可以看书。哇，这个我要！哇，新的，哇，这新的菜哎！哎、欸，哇，这菜好特别哦！你看这红萝卜怎么那么大个啊？对啊，而且旁边还有灯笼鱼哎！什么？妹妹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这之前没有哎！好酷哦！这该不会是新的游戏吧？哦，这个是我可以钓鱼哎！妹妹你看你看，这个要拉线哦！哦，这个线这样，哇，按快一点！哇，钓到了！好强啊！哥哥。
电动借我玩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已经给你看电视，而且这电动我才看玩五分钟而已。对，电视是妹妹的看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把电动借我玩。你不要影响我打电动，也很奇怪哦。哦呦，哪有这样的不公平啊，奶奶，我什么都没有。算了。呼呼呼！我钓到一只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好酷哦！弟弟啊，你不要生气啦！耶！我又钓到一只，哇，这个是200分啊！快把电脑借给我！不要，我刚才已经给你电视了，没电视给我。不要，快点！吵了几过？不要，你们看书嘛，看书好不好？奇怪，爸爸回来啦！你们在吵什么啊？爸爸，他们很奇怪，都不让我看电视，又不让我打电动，什么都不给我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好了，弟弟，你这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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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爸爸怎么听得懂你在讲什么？不要吵了，来，你们一定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哥哥，你先说。爸爸。就是啊，一开始呢，我先到客厅，然后再看篮球直播的比赛。然后呢，我只是去喝个水，回来电视就被转台了。然后呢，他就一直跟我抢遥控器啊。好，那就是就把电视给他，我就打电动。然后妹妹呢，就跟他抢电视，他就现在没有电视可以看，就生气啦。哦，所以弟弟没有电视可以看咯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对。爸爸，因为我最小啊，所以大的要让小的，电视就换我啦。哦，大的要让小的，谁说的、啊？奶奶。妈，大的让小的这个观念好像不是那么妥当哎。哎呦，我就想说一开始电视的问题可以用大的让小的解决。好了，妈，这件事情就让我来处理吧。弟弟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刚刚奶奶说大的要让小的，所以呢，哥哥原本在看电视，然后呢就把电视让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但电视最后被抢走了，不开心。哦，因为大的要让小的，所以电视现在在妹妹的手上了。哦，可是呢，因为没有电视了，然后看哥哥在那边玩电动。你就一直很想要过去把他电动抢过来，因为大的要让小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呢，听爸爸的哦，如果你反过来想，你是哥哥的话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？开心吗？好像不太开心。就是这样子啊。可是爸爸，我很开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的要让小的，所以大家都把东西让给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要让给我，我是最小的啊，全部人都要让给我了。你是最小的，大家都要让给你，那这样子不就全家大小都要把所有事情让给你？这样子公平吗？不公平，超级不公平的，爸爸。对嘛？到底是谁说要大家让小的？哎，是奶奶说的。哎，不过没关系。现在呢，爸爸郑重宣布，在我们这个家里呢。没有大的要让小的这件事情哦。哦，爸爸万岁！爸爸万岁！耶！太好了。对，没有大的让小的，这样不公平，不公平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要沟通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知道。对啦，爸爸说的对，做任何事情要沟通，所以你们沟通完了吗？没事了吧？没事。下次看电视不准再这样子喽。如果呢，下次看电视，应该要一个人一个小时，差不多。一个小时。爸爸不够，你看我那个篮球比赛一次可能要打100分钟哎，那一个小时只有60分钟啊，正精彩的时候就不能看，这样不行。这样子不行哦。不过呢，你们可以想想看哦。如果呢，我这次在看电视啊，超过一个小时怎么办？啊，又有人要来抢，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次呢，可不可以先让给我看？然后下一次呢，轮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把时间让出来给你，这样大家都可以轮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吧。好啦，记得要多沟通，互相礼让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好，不要再吵架了。哎，爸爸又买了那个甜甜圈跟布丁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甜甜圈耶！哎，
我先抢到的哦。哥哥，你先放手、哦。我才不要让你放手、哦。等一下，爸爸，为什么你只有买一个？不是因为爸爸本来想要说你们都不在，我就买一个要自己吃的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先吃哦。我先吃。是我先摸到。现在怎么办？爸爸刚刚有说要多沟通，要怎么沟通呢？好，弟弟，我们来沟通。那个甜甜圈，一人一半。好，一人一半。那哥哥，你先把你的手拿开。哎，为什么是我先拿开？很奇怪。我要给你。那不帮我？好，一起放开，一二三。哦，奶奶来帮你们接，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。那我要吃布丁。妹妹啊，来，想要看到妈妈亲子台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留言，这样子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到我们妈妈亲子台精彩的影音哦。订阅小铃铛，留言按个赞。